真累呀。哦，你又在运动吗？运动是每天都要做的。哇，你的水平很高吗？我的血压很高。那你的胆固醇很高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奶奶以前也这样。你应该吃维生素纳豆激酶，然后你就会更健康。哈哈哈哈，清除血液中的血栓对血液循环很重要。Omecan 纳豆激酶，像心脏问题和血液循环不畅，说拜拜了。拜。